好了，睡了一上午，准备去帮朋友把这点东西发了，两个剃须刀，一堆奶粉，还有车用的这个空气滤芯、空调滤芯。哎，买进口车就这样，在国内配件贵，我在日本背回来。好了，都给弄好了，等着快递过来取，放酒店里挂牌。就跑到这儿了，鹤鸣园。每次来成都就进来喝茶，吃猪水饺。这个猪水饺上来点了两份，我是从2013年就一直吃，我每年都来过来吃，10年了。再来一份担担面，吃了两份饺子，再来一份担担面，午饭就解决了。晚上再找个地儿吃火锅或者炒菜什么。老李不在家，我今天吃个好的，吃酸菜鱼，哎呀，可好吃！就这个鱼不咋地，还是河鱼好吃。日本买不到好吃的鱼，这个是海鱼，感觉有点黏黏，怎么说呢？不是那种有嚼劲，这个还行，这个不行，白色的不行。等他回来给他做。逛这个市场。买了一袋子这个马蹄啊，比较爱吃，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叫啥，我们那叫鼻息，也叫马蹄。哦，羊肉汤不行了，吃不下去了。发完快递了，去对面理个发，那小哥还挺好。理完发了，新发型怎么样？挺好吧，这新发型我挺满意。继续发呀，还有很多，地址都写好了。这两个是给老高还有那谁的父母的，老人嘛，不知道怎么用，我把使用方法写上了，让老人们自己弄去吧。至少中国字能看得懂，上面都是日本。明天发走，跟快递的说好了。哎，这床比较乱，不给你们扛。忙了一天。出来吃个晚饭，我下了小雨呢，还不冷。成都是个好地方。吃完饭回去，这雨下的。明天去鸡哥家，去拜访拜访。早晨下着雨，下了一夜的雨。去鸡哥家，给鸡哥在日本带的东西。去那儿拜访一下，打车了，去成都火车站，坐火车去，准备上车，车来了。到德阳了，下车了。有给吉哥孙子带的东西，有给吉哥带的，还有给吉哥父母带的药。都是在，好快，都是在日本买的，把它轰一下就过去一辆车。鸡哥说来接我，我出去找他。啊？这冷不冷啊？还行。还行啊。嗯，虽然下雨呢，不冷，感觉你挺冷的。我是冷。嗯，这个东西。这什么？给你孙子的，还有你的，还有老人的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哦，哇，除了有点冷了。对。湿冷湿冷的这种。那你比日本好吧？啊，比日本好一点。还没吃早饭吧？我吃了，在宾馆吃了。啊，在宾馆吃了。嗯。吉哥带我买辣椒、花椒了。你花椒吃了吗？啊？花椒要多少？花椒。半斤够不够？我还没干呢，半斤应该够了。那东西放几个粒儿的？几个家？那我这个给放在房间里。嗯，好的。对呀，菜都已经弄好了啊。都是硬菜。还没上完嘛？嗯。十几号，好像十几二十几个菜。啊，几桌啊？6桌。6桌。嗯。900一桌，中午晚上。嗯，有口福了今天。是因为我来才摆的桌吗？进来坐一下。吉哥家的大房子，大房子，
就这样，好大好大。爷爷将来应该也起个小别墅，二层楼，三层，不动了，多么大，江团，这啥鱼？江团，江团，啊，以前去重庆的时候吃过，可以，空气是真的好啊，下着雨，下着小雨。这几个也在这忙活呢。人家这麦子。瞬间人都忙了，好热闹，是吧？管家。哎，我等会儿集合。我得跟他一桌，我得陪他呀，人家是主人，我是客人，当客人我得陪主人喝酒。好香啊，好香啊，开席啊，开席了。看大师傅这个手艺挺厉害呀、啊、好香，这川菜就是好。果汁儿，你跟你媳妇儿看你喝果汁，我真喝果汁了。你看还有酸奶，喝酸奶也行。哎呀，浪费了你。这大桌。哎，你怎么这嘞？来，哎，你这好香啊！嗯、这大桌子、嗯，可爽了、啊、这桌子、嗯。好吃。一点素菜都没有。太解馋了，太解馋了，就是不解腻。哎呀，都熟的。嗯，这个鱼，姜团啊，水哥跟我说，这真的好香。哎，又到了。我等你干了，你打的。我这边等着你在。你啥时候给我倒上呢？啊，等了等了。哎，你真是。你们俩啥？我眼睛，我天烧白，天烧白，天烧白。这啥做的？肉，肉，糯米，糯米。豆沙。我吃的没有肉味，没有肉，没有。外面是肉嘛？外面是肉啊。里面上加素馅嘛？哇、啊，真好吃的！来，快点，只要你们俩吃着。人家都干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吗？我等你干了，你就是喝呀。半斤。这些喝的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第三杯了啊？第二号，我第三杯，我说第二杯吧，第三杯啊。二杯。第四杯。第四杯了。三杯。第二杯。哎。三杯了。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。八杯一首。唱鸡歌。哎。一杯。好了，不给你掺了，看到不？厉害嘛！厉害了！这四川人喝白酒厉害，厉害，佩服！啊哟，我们干嘛还是干一个？干了，看了我也干了，你都干了。你给人家倒满了一杯，你给人家干杯。啊，第一杯没喝完。哎呀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海量啊！啊，果然是好的，没得那没出白酒。人家鱼棍，这酒花，就连喷那句话啊，喷那句话嘛啊，倒完了以后半天不散。鱼棍说今天开心了，喝。嗯，鱼棍喝就慢慢。